好，看这题哦，平面上有八个点，请任意三点不共线。这时候是问你，你每三个顶点会画出一个三角形，问你可以画出多少个三角形？什么意思哦？很多同学被这句话卡住，任意三点不共线，什么意思？基本上三点共线是特殊现象还是一般现象？基本上三个点就可以围成一个三角形了。当三个点共线的时候，这三个点有办法围成三角形吗？没办法。题目强调有没有这种特殊现象？没有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这一题八个点当中，随便找三个点就一个三角形。你随便找三个点就一个三角形，你任意挑三个点就一个三角形，随便找三个点就一个三角形，你随便挑三个点就一个三角形。老师问你可以挑几个？这时候这三角形我们先挑后挑顺序的差别没有，组合。所以八个点挑三个就一个三角形，方法是 C 的八七七三，这样行不行？算出来答案请从56种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